遵同榮，天主，我的靈魂渴慕你，好像貧鹿渴慕溪水。我的靈魂渴念天主，生活的天主。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願主與你們同在，有你的心靈同在。各位弟兄姊妹，今日你見到咧，神父就唔同咗地方啊。咁啊，呢個係生命恩泉嘅一個嘅地方。咁我哋神父由今個禮拜開始咧，就每逢呢一個禮拜四嘅彌撒咧，就會嘗試喺呢度做錄嘅。咁身邊亦都有啲弟兄姊妹，你聽到佢哋啲聲嚇。咁啊，但係你就係見到我嘅啫。OK，我哋今日咧係10月15日，係慶祝呢個大德蘭，即係呢個聖醫會咧嘅更新呢個加爾默萊修會咧更新嘅時候咧創呢個聖醫會嘅 Saint Teresa of Jesus。咁我哋多謝天主俾呢、這個。靈修的巨人在教會這個16世紀的時候誕生，是帶領我們去學習這個更深層的祈禱，特別是跟耶穌那個屬靈上的結合，教導我們原來我們可以跟耶穌就算在世可以進入很親密很親密的關係。我們來到上主的台前，讓我們誠心懺悔，亦都在這個聖祭裡面去渴求真的跟耶穌的聖體聖血結合為一。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天主，你以圣神激励了圣女德兰，使她为教会指出完美圣德的途径，求你赏赐我们藉她的训诲而受益，并在我们心中燃起修德成圣的心火。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恭读圣保禄中徒子厄德所人书。因天主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中徒的保禄，自书给那些在厄弗所的圣徒和信仰基督耶稣的人，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天主父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因为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又由于爱，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儿子的名分而归于他，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这恩宠是他在自己的爱子内赐予我们的。我们就是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在他的爱子内，借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的确，天主丰厚地把这恩宠倾注在我们身上，赐予我们各种智慧和明达，为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全照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划，就是依照他的措施，当时期一满，就使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上主的话，感谢天主。答唱咏：上主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救恩，上主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救恩。请众向上主歌唱新歌，因为他行了奇事，
他的右手和他的圣臂，为他获得了胜利。上主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救恩，将自己的正义启示给万民。他记起了自己的良善和忠诚，即向以色列家族广施宽仁。上主宣布了自己的救恩，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因此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歌舞，请踊跃，请欢乐，弹琴演奏。上主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救恩，弹着竖琴向上主赞颂，弹着竖琴，伴和着圆韵，吹起喇叭，伴奏着号角，在上主君王面前讴歌。上主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救恩。福音前欢呼，请起立。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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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主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生命同在。共读圣路加福音。耶稣向法学士们说：祸哉你们！你们修建先知的坟墓，而你们的祖先却杀害了他们。可见你们证明并且赞成你们祖先所行的事，因为他们杀害了先知，而你们却修建先知的坟墓。为此，天主的智慧曾说过：我将要派遣先知及使者到他们那里，其中有的他们要杀死，有的他们要迫害。为此，从创造世界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都要向这一代追讨，从阿伯尔的血到丧亡在祭坛与圣所之间的则加尼亚的血，的确我告诉你们，都要向这一代追讨。祸哉你们法学士，因为你们拿走了知识的钥匙，自己不进去，那愿意进去的你们也加以阻止。耶稣从那个法利赛人的家出来以后，经师们及法利赛人开始严厉逼迫他，盘问他许多的事，窥视他，要他从口中找到语病。上主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刚才讲过咧，今日我哋庆祝咧呢个靈修上的巨人啊，聖 Teresa of Jesus 啊，或者有時我哋中文喜歡叫佢做大德蘭，聖大德蘭，因為聖醫會裏面有個大德蘭，有個小德蘭啊。我哋10月1日就慶祝小德蘭，就係聖 Teresa， 好多人都識啦。咁10月15日呢個咧就係大德蘭。咁大德蘭咧生活喺一個時代咧，就係嗰陣時嘅隱修啊，其實咧就變得係好富庶。他嗰陣時其實好細個咧，佢父母生咗好多個細路咧，佢好似唔知係最細，其中最細一個。咁佢同佢大佢少少嗰個哥哥咧，就好細個咧，就已經喺度幻想緊點樣去做殉道者咁啊！即係細細個就離家出走要去殉道，咁啊俾個唔知叔伯咧就捉翻嚟咁啊！好有趣，好童真得嚟咧，又好震驚嘅一個。對天主那份嘅熱忱，好細個已經有。咁誒殉道唔可以去殉道啦，咁點咧？咁呢兩個咧就細細個就已經喺度揾方法咧，係睇嗰啲靈修書籍啊，要點樣走近天主啊？好細個就喺度渴望緊升天堂啊！佢話：如果既然升天堂，我哋就要早啲死啦咁啊！即係諗啲咁嘅嘢啊！即係呢家啲細路唔會諗嘅嘢。OK， 咁啊
所以好細個咧就想入修院，咁到到20歲咧就真係想入啦，就入咗嗰陣時嗰、那個正整雞喎，因為佢爸爸唔俾啊嘛，爸爸雖然係都好虔誠，成家都好虔誠，佢描繪佢自己係全家最唔虔誠嗰、那個，但係都已經諗緊係殉道啦，你諗下即係，咁佢話俾佢爸爸知我想入修院咧，就爸爸話唔俾，咁爸爸唔俾點咧？20歲咧就自己偷入咗，自己走去入咗呢一個當時嘅加爾文羅修會。咁加爾文羅修會就好悠久啦，嗰陣時已經係成立咗咧超過有成800年啊，成立咗嚇。咁嗰陣時佢入咗去咧，正法國原來裏邊咧係好唔同嘅一樣嘢，因為好多嘅皇室人士啊，有好多嘅甚至係皇帝嗰啲嘅侄女啊，有好多嘅貴人啊嘅女兒咧都送咗入去。咁咧送咗入去，因為佢哋個家底咁犀利咧，同埋捐好多嘅錢咧，係竟然可以派埋佢哋自己嘅侍婢入去。咁你諗下，即係隱修士竟然有自己嘅侍婢，咁即係唔係隱修啦，即係好豪華嘅，可以入咗佢自己嘅間房嚇。雖然佢話我冇私有財產嚇，呢啲全部都係捐咗係擺修會度，但係係佢專用嘅。OK 嚇，咁嗰陣時佢就覺得好詫異啦嚇。咁佢最初咧，所以佢嘅入咗去嘅修道生活咧，都係做嘢多，祈禱少，病多，健康少。啊，佢一個好覺得自己好冇用嘅一個人，但係又覺得周圍咧，佢同唔到人講嘢，因為覺得唔係嗰皮啊，同身邊好多嘅修女咧，又冇人哋咁好家底，又冇人咁多錢。又唔覺得人哋喺度祈緊禱，咁自己祈禱做乜鬼咧？自己又成日病，咁唯有得個做字啦咁。佢自己咁樣打低咗自己，佢試過去祈禱，但係冇果實。咁幾時開始改咧？就係佢開始呼求天主，同埋好彩咧，後屘就遇到一啲好嘅神師嚇。最嗰陣時啱啱耶穌會開始啊，咁又遇到個好好嘅耶穌會士，又遇到啲好好嘅道明會士，有啲好好嘅方濟各會士咧，就去鼓勵佢。鼓勵佢做啲敬禮，向聖母嘅敬禮，向耶穌嘅敬禮，咁喺祈禱之中咧就得到一個特別嘅恩寵，慢慢地咧就突然之間咧就由完全祈禱係冇果實、完全冇得著嘅地方咧，變成咗一個意想不到嘅好深好深嘅一個泉源。他開始明白到什麼叫做默觀，耶穌開始在內心跟他聊天，那他的祈禱就突飛猛進，他的祈禱很快就突飛猛進，變成了慢慢就甚至他祈禱的時候會整個人升起，耶穌將他整個提起了，很多次他祈禱的時候會騰空，那也是那時候耶穌也叫他開始要修改呢個加爾文羅修會，咁佢提出嘅時候咧，就主教竟然係聆聽啦，亦都有支持啦，但係全世界全個西班牙啲貴族咧就唔得啦，你修改咪即係要啲子侄喺裏邊，即係啲女啊啲侄女啊，係咪喺裏邊受苦咁唔得咁，即係要一切佢嗰啲帶入去嗰啲婢女啊，嗰啲錢啊衣著啊，冚棒都要充公啊，冚棒都要捐翻曬出去。咁啊，好大嘅反抗啊！咁佢所以受好多苦啊！佢改革嘅途中受好多嘅苦，有好多人幫佢，亦都人咧好憎佢啊！咁但係奇蹟地咧，佢又改革成功啊！由好可以好富貴嘅環境，開始個好簡朴嘅重新嘅，真係一乜都冇啊！衣着好簡單，好簡單嘅衣着，佢哋叫做洗足，即係冇唔著鞋嘅。你見到以前咧就加爾文羅會咧就叫做 All Come， 即係 Order of Carmelites， 呢家就叫 All Come Disguised， 即係唔著鞋嘅 Carmelite。咁就係嗰陣時開始嘅，所以叫做 OCD 啊 ，Order of Carmelites Disguised 啊，唔著鞋嘅。表現出佢哋嘅清貧簡朴。食的東西全年守齋，很少有食有肉食的，不見外人，默想大部分時間
係寧靜，真係作為基督嘅正配。咁喺佢開始嘅時候咧，喺佢嘅自傳裏邊咧描繪咧，佢話佢幾十年嚟辛苦經營啊，正有機會得沾咧同耶穌內心同佢説話嗰種嘅恩寵。佢話呢啲好後生嘅廿歲到嘅修女，呢家啱啱加入嗰啲啊，因為喺一個咁好嘅環境裏邊咧，短短幾個月，佢哋就得到佢幾十年都得唔到嘅嘢，咁成為咗一個更新嘅一個隱藏嘅一個大突破。之後好多嘅主教想革新其他嘅修會咧，都變咗允許，允咗去做。咁遲啲佢再更新埋南修會咧，咁當中亦都出咗個好出名嘅偉人咧，一個聖人咧，聖十字架約望咧，就係佢嘅徒弟嚟嘅，亦都係個喺靈屬靈上嘅知心，明白佢嘅心意，天主要透過佢哋改革嗰個目標。咁兩個人嘅寫作咧，非常之多，亦都對教會嘅靈修學嚟講咧，非常大嘅貢獻。今時今日咧，都係喺靈修學嘅權威，兩個都成為咗 Doctors of the Church， 所以嚇，咁我哋多謝天主今日就提醒我哋啊，靈修係咩一回事啊？係同天主墮入一個好深好深嘅愛情，好深好深嘅愛情，唔係我哋嘅能力，而係天主根本就想同我哋咁親密。是他很想做这件事，我们摆不摆个心下去容许他。圣达德兰给我们看到，无论多少年的不能够，只要我们愿意捉紧不放，天主会有突破。在他的 Interior Castle 那里讲，他说没有一个可以跟天主达到一个稳定守住呢個十戒，領聖體，每日祈禱嘅人咧，冇一個咁嘅人啊，可以達到呢一個所謂第四個個房間咧，係唔可能可以去到尾最後嗰個房嘅，即係最深最深同天主個結合嘅。唯一就係我哋自己放棄，我哋自己拒絕，覺得我唔堪當，或者我唔需要。所以讓我們今天也都是在這裡多謝大德蘭，也都多謝天主是很想跟我們現世這一刻，不要看我們是 多卑賤多無能，我們每一個人他都想 跟我們有如大德蘭一樣那麼親密，有如聖約望伊烏耶穌一樣那麼親密，是每一個人都有可能，關鍵不在於我是不是大偉人，關鍵在於我願唔願意呼喚佢、信任佢、邀請佢，每日去尋找佢。讓我哋將我哋嘅需要帶到天父嘅台前。我们今天为所有的圣医会和加尔物来的会士祈祷，愿天主召唤了这一班隐修的弟兄姊妹，能够继续活出这个的见证，在教会奥体的心脏爱的出处的地方，带领更多的人去走近和耶稣的共融结合。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赐平安，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有的弟兄姊妹，追随主耶稣之余，我们渴求更深，容许祂去带我们依偎祂的怀中，让我们不要看着我们自己的不能够，我们的罪过，我们的渺小，而是看到祂想在我们身上成就一切都是有可能，而每一天去呼唤祂。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赐平安，为所有尚未认识主耶稣，或者在世上寻求很多代替品，物质的享受、肉躯的享受、外在的短暂的享受，而失却了内心天主想给的祝福，
我哋为你哋嘅转化祈祷，我哋哀求主耶稣能够拆除佢哋呢啲内心嘅谎言，内心好多嘅拒绝，内心好多嘅不认知。我哋同声祈祷，求主苦听我们。为今天教会嘅需要，教会嘅共融结合，人与人之间嘅谅解宽恕，为教会嘅神长佢哋嘅灵修，佢哋嘅归化，佢哋嘅成圣。为我哋每一个人喺教会里边做嘅见证同埋复传，我哋一切所需，我哋同声祈祷。求主苦听我们。为疫症嘅结束，特别喺今天好多贫富悬殊越嚟越严重嘅地方，唔够医药嘅地方，好多好数字越嚟越大，好多人病死嘅地方，愿天主尽快将呢个疫症停止。助佑我哋能够去揾到医药同埋疫苗，帮助病人得到医治。临终者能够依靠基督，亡者得天堂，佢哋嘅家人得到安慰同鼓励。前线人员一切所需，我哋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愿这天父，求你收纳我哋嘅祷声，助佑我哋去追随你，去倚靠你，去渴求你。藉主耶稣基督之名。上主萬有的天主，你賜給我們食糧，我們讚美你。我們將大地和人力勞苦的果實麥面餅賜給你，使成為我們的生命之糧。天主永受讚美。上主萬有的天主，你賜給我們飲品，我們讚美你。我們將葡萄樹和人力勞苦的果實葡萄酒賜給你，使成為我們的精神飲品。天主永受讚美。各位弟兄姊妹，请大家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你荣耀他的圣名，又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你曾悦纳圣女德兰完美的献身生活，求你也悦纳我们今天的献礼。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生命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颂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你召选了许多圣人圣女为天国而献身于基督，我们在他们身上颂扬你上旨的安排。你藉基督恢复了人类本性原来的圣洁，使我们今生也体验到你所赐予的来世恩惠。为此，我们随同天使和各位圣人同声歌颂你，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所创造的万物理当赞美你，因为你藉着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圣神的德能养育圣化万物，又不断为你召集子民，好能时时处处向你呈上纯洁的祭献。上主，
所以我们恳求你藉着圣神圣化我们献给你的这些礼品，使成为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我们遵照他的命令举行这项奥迹。他在被出卖的那个晚上拿起面饼，感谢赞颂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感谢赞颂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每次吃这饼、饮这杯，就是传播你的圣事，期待你光荣的来临。常主恩赐我们纪念你的圣子为救世人所受的苦难和他光荣的复活升天，并期待他再度来临，以感恩的心情献上这具有生命的圣祭。请垂顾你教会的奉献，并接受这赎罪的牺牲。求你使我们藉你圣子的圣体圣血得到滋养，并充满他的圣神，在基督内成为一心一体。愿圣神使我们成为你永恒的祭品，得愿你拣选的人首先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他的正配圣约瑟，你的圣宗徒光荣的殉道者圣大德兰以及全体圣人共同继承天国的产业，我们靠他们的转求不断地获得助佑。常主大愿者愿你修好之祭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得救，并使旅途中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默、辅助他的主教、所有主教圣职人员以及你所救赎的全体子民，在信德和爱德中坚定不移。你既愿这大家庭设立在你台前，求你也抚允全家的愿望。仁慈的圣父，求你使散居各处的子女和你团聚。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已亡的亲友和所有在你宠爱中去世的人，恩准他们进入天国。我们也希望将来在天国永远同他们共享你的光荣。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因为你藉着他赐给世界一切美善。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一切崇敬和荣耀归于你，全能的天主圣父，给予你同体的圣神，世世无穷。阿们。我们既遵从教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全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在你的我心里来，只要你说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领主荣，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恩宠，世世代代亲口称扬你的忠诚。神领圣体经，我的耶稣，我真心全信你在圣体圣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我拥抱你，完全与你结合，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的天主，你以天上的食粮饱享了你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们效法圣女德兰的善表，永远歌颂你的慈恩。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你们去传扬福音吧，感谢天主。向圣尼厄尔总领天使祷文。圣尼厄尔总领天使在战争的日子里保卫我们，免我们陷入魔鬼邪恶的陷阱和奸诈的陷阱中。我们谦卑地祈求，但愿上主谴责他。上天万军的统帅，求你因上主的威能，把徘徊人间引诱人灵使其丧亡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下地狱里去，阿们。我们献上慈悲串经，特别是今天最有需要的灵魂，特别是为临终的灵魂，过往这一天亡者的灵魂，愿天主给他们所有丰厚的恩宠，让他们完全信靠他的医治，他的宽恕而得天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他的唯一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圣神降孕，又同贞玛利亚诞生，在本着比拉多时蒙难。他被钉十字架，死而埋葬。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他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他要从那里降来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圣而公教会、诸圣的相通、罪恶的赦免、肉身的复活、永恒的生命。阿们。永生之父，阿爸，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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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阿爸，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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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
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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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阿爸，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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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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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